糖果 TV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浪漫再出发，重新领悟幸福的含义。我是谢娜，我又回来啦。看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就在芒果 TV， 2月14日起，每周四中午12点，让老公在家带娃，妻子的浪漫旅行团，跟着我冲呀！本节目由17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伊利金领冠独家冠名播出。攻略齐全慢慢找，本节目由两亿人都在这里分享经验的小红书 APP 首席赞助播出。真爱不易得，找房上贝壳。本节目由好房好服务的贝壳找房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合作伙伴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博趣旅拍赞助播出。嗨，大家好，这里是由芒果 TV 重磅自制的夫妻情感观察治愈系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让我们来欢迎大姐夫张智霖，二姐夫汪峰，三姐夫买超，小舅子贝尔。本节目由专注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伊利金领冠独家冠名，17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吃也好玩也好，攻略齐全慢慢找。本节目由两亿人都在这里分享生活经验的小红书 APP 首席赞助，上贝壳找海外优质好房。本节目由好房好服务的贝壳找房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合作伙伴婚纱照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清透毛孔深层净肤的奢悦博颜净肌清洁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拍照教学神器的三星 Galaxy S10 Plus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赞助播出。芒果 TV 会员每日专享妻子的浪漫旅行会员 Plus 版，全是你想看的料。因为一直都是我来提问题嘛，那我们今天要代表小红书的各位红薯宝宝们提问。因为这个节目啊，其实看的女孩子更多，他们就总是拿你们来跟他们生活中已经交往的男人在做对比啊。问汪峰说，你会在自己的朋友圈去晒你跟子怡的照片或者晒娃吗？不是很多，比他妈妈少，但是会有。子怡是最多的。对，好，那问一下智霖啊，你和亮亮相爱27年，有没有哪一刻想掐死对方的？就一刻，就一刻，就一刻，就一个 moment。 对，你还是十个 moment 的。有很多个 moment。 你听好了，这个亮亮会看到的。你听好就好了。虽然已经认识那么久，可是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嘛，不会说收成正果啊这样子。收成正果啊这样子。贝尔，你希望包文婧有独立的事业，还是做你背后的女人？肯定是独立事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喜好，尤其像小包这个岁数，他也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和去追求。我不应该变成他唯一，我指的是就是梦想这一块，我也应该去工作，他也应该去工作。买超，你对撒娇女人最好命这句话怎么看？确实好命啊。就是我这人可能就是稍微可能按剑来讲的话，可能就这招好使。就对男人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挺就是也一种幸福嘛。谢谢我们各位老公的那个真诚的回答啊。对，那妻子们已经到了墨尔本了，看看他们究竟在这座城市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引发什么样的思索。那我们去看一下。39分呢。嗯，真帅。
刚刚告诉我那个摄影师说，我们划出一个位置是给他，然后我再说我把他轰出那个洗手间的。什么意思？划清界限是吗？把我中间给隔开吗？娜娜，这一格是你的。你们真的很过分，怎么可能有几个朋友的房间是这样的？我会在这几天比你们都干净，比你们都干净。我一洗完澡，我一看，一个是地上有水，我就喝完以后，我一看上面已经乱了。好啊，就冲下去了。走喽，走喽。走走走，我们现在去亚拉河，是墨尔本最美丽的一条河。昨天我靖哥哥没说你吗，亮亮姐？没说我什么？靖哥哥肯定心里不爽，你这样对他的傻姑蓉儿。我觉得我老公肯定在棚里面就说我，肯定一定要说我是那种什么逼人太神嘛，逼人太甚。太好了，靖哥哥全靠你了，替我主持公道。哇哇哇！那天呢，就是跟我们做节目，他又重新扮成郭靖，完全没有改变，就是一模一样。他在对嘴。完全没有任何改变。其实他没什么保养。你把他照顾得很好。对，你把他照顾得好。我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你喜欢你老公啥呀？幽默。你呢，丹妮？可爱。可爱。我老公啊，蠢萌。蠢萌。我觉得这个词跟他一点都挨不着，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从我来看，峰哥的印象就是很严肃，会不会？但是很近距离一接触，包括这些天跟那个子怡打电话，就觉得他真的很暖。对对对，很暖。对对对对，非常暖哦。你喜欢志玲哥，我靖哥哥啥呀？这是啥？这是啥？降龙十八掌。笨。笨啊？不能说不他笨，嗯，简单。我懂。他不是很多东西会追求的啊。如果他只要用多一点，或者是主动一点呢，我觉得他可能会。可以更碰到更好的机会，比如说积极一点啊，子怡来了，我们跟她吃顿饭吧。可能子怡认识你以后，哎，子怡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会想起这个人。我老公就不懂这样，比如说啊，我觉得我老公是蛮幽默的，他蛮好笑的，我也觉得好笑。你现在给人的感觉可能只有一个面，对啊，我说你可能人家知道你这样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但是我老公觉得。妙，他只要觉得我做好我自己，我给人家看到的就可以了。这样，我就想，哎，你推他出去，让他不开心的，对，也不好，对，所以就算了吧。有时候我也蛮欣赏他那么的简单，至少他对老婆没什么要求。哎呀。观众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这圈里，有的时候说这人特简单。这词儿我觉得很难得。嗯，对啊，我觉得两个人相爱不需要去改变对方，是去接受对方的所有的优点跟缺点。我喜欢他的优点，我喜欢他的缺点，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吧。那你们最喜欢妻子的哪一点？我最喜欢他撒娇啊，他也很可爱啊，然后比较识大体，简单二的简单。他重点是，如果一个人哈、啊、走路会把脚踢到床脚，会疼得很难受。他是又疼，他自己也在那儿乐。就生活中很多事儿，俩人都能笑半天。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生活。反正我倒是挺喜欢这样的。她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女人。正直是要代表牺牲掉一些东西，
就是你不可以什么事情都不择手段。他优点很多，但这一点对我印象和影响很大，真的出乎我意料，但是又让我特别欣慰的。嗯，但你发现没有，走到后来，其实这个人生的品质、价值观，时间长了就剩这些，太重要了。到了，我老公代言的那个东西就在这儿。什么东西啊？那我要跟你老公合影，可以吗 ？Of course。哇，这很有名，这条街特别有名，好美哦，这涂鸦。我们来涂一个吗？可以呀、啊。蘑菇，蘑菇，哎，画了你，是吧？你画的是什么？我画了一个包啊！真的是，很变态。它动了，真的，真的 ！Oh my god！ Thank you！ 啊，谢谢，谢谢。直播的哈。哎呀，不都迪斯科？我的迪斯科，我们不同的样，我不同的热情在不同的节操，在不同的动词把自己整成像理想。我唱着无处安放吧。是啊，好像就是那个子怡拍的 MV。是的。我去到来时的路上。我那时候怀孕五个多月了。这个名字看不出来。我还在雨里跑呢，就是为了他。他真的无处安放。我是爱的人啊，时光飞逝，我们终究要渐渐老去。就最后那个，他一直在眼神是从静止没有什么表情，到特别专注，然后开始有眼泪，是一个长镜头出来，而且表情一直没有变，是微笑的。哇，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他确实是天生的演员，真的厉害。他写完这歌，然后呢我就隐隐约约听到这个旋律，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旋律很好听。这是他写这么多歌我唯一一次有那种就特别有感受的。后来他告诉我，他说这首歌是写给我的，他没有怎么给我写过歌。那你听完以后我就很感动，但我后来我说无处安放，你怎么就无处安放了呢？为什么说叫无处安放了？我没有具体问为什么叫无处安放。生死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出现的时候，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会到来的话，我那颗心就真的无处安放了。跟我们唱几句好不好？好呀。哎呀呀呀，这个演唱会也离得太近了吧，这个演唱会。哦，心爱的人啊，多了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哎呀呀，终于让演播室里有一种 KTV 的感觉。哎，
这里，听说他你要说出一个字呢，他就能做出一首诗。诗，这个街头诗人。It can be word, it can be one or two or three words. It's up to you. 可以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想想啊，For my husband, humor, offense. Yeah. 哇，这个好温暖的感觉啊 ！Thank you. Music. Music. That's good. His name.WANG FANG 你可好，FANG FANG I miss you, FANG FANG 他好快就可以写出来啊，好有才啊。Thank you, that's very sweet, thank youLovely， 这可以解释一下吗？但是我们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多读一读，好吧？好，下一个。Julian。到底是哪位？我老公其实叫 Julian， 他 passport 是 Julian。哦，是。Julian。Love， life， and royalty。你写完发给他，他就好感动了。我老公肯定说乱七八糟，给我就比较好一点。他觉得他会写吗？哦，对，他也会写。对，他们对文字很挑剔的，对吧 ？Meet, blue, curtain, courage. Thank you. Miss you, bourbon, and Zhang Jie.他觉得老外这样能听得懂。那，没有不要你的名字，不要。不打扰诗人作诗，要不然做出来的诗是嗨的、混乱的。Thank you. You're welcome. Thank you.哇，好好看，想拍一张。终于吃饭了，我的妈呀，好兴奋！我想，我们开始读那个诗吧。好啊。我给杰哥的那个两个词就是墨尔本和 miss you， 因为我们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就会很想念那个人，然后说可以跟他一起，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用了这两个词。在墨尔本想念你，在树荫的空隙，走在墨尔本的街道。我们在欢乐和阳光的中心，虽然我感受着墨尔本爱，我的心仍然思念着你。我所想念的每个语句的中心都是你，我很思念你。浅显易懂，对呀，跟我一样，对，我觉得还挺准的，你不觉得吗？他写的东西其实都是你的，对，你就是最直接的一个表白。对，我是直接，很直接，而且非常易懂，对，易懂的。我给他的词是信赖、鼓励、冒险、遇见。当太阳遇见大海，生命的微光用它的美丽吸引了我们。我们相信世界万物带给我们的一切冒险，那持续明亮的一直伴随我们，伴随我们的是鼓励的言语和感受。那厉害厉害厉害，确实厉害，写的还不错，我觉得，挺浪漫的，我给他这几个关键字的原因是因为，就我想起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些事情，他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在我们两个的这个爱情上面，很感谢他，然后让我遇到了他。然后有的人说婚姻是一场冒险嘛，那我觉得我
我去尝试了，就我愿意去跟他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这几个字。也好，宝宝，嗯，我给刚刚那个诗人那个两个词，一个是幽默，一个是我是我老公的粉丝儿。我等你吃完念了，下一位先念吧，宝贝儿。他写的是给包贝尔，让我们对今天说你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微笑，做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创造快乐的情绪，围绕着我们两人，我们在对方的眼里欣赏你，你就是我最忠实的粉丝。嗯，有点像我们散文是吧？真正的诗是这样的，不是要押韵的，对，意境啊。嗯，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 music。我觉得呢，首先他是个 musician， 其次呢，我觉得音符其实特别的奇妙，因为它只有七个，但是七个音符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么多种类的歌曲、乐曲，所有的一切，我觉得所以它是一个很神奇的音乐。天空中，蓝天和白云就像你我的旋律，伫立，仰望，爱的亮丽如此的纯粹和特别，它触碰了我的灵魂，我的心在演唱这首歌。哇，哎，你这个朋友翻译得好，我发给他再帮我翻译。可以啊，可以啊，你发给我。真的，我真的。浅显易懂，就是我用了三个字，爱、生命还有忠诚。哎呦，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相爱的就有很有生命了，但是呢，我们维持爱呢，里面有很多字，相信啊，包容啊，那个。要不你帮我读吧，你的普通话比较好。我要酝酿一下。但是你不要想着峰哥来说啊，不要想着峰哥来说啊。太狠了。麒麟，麒麟，爱、生命、忠诚，树都有奇迹的，在生命的火花中撒上绿色，看起来很明理，也很美丽。就像我们两个一样，一直在成长，互相相信，光环，它是我们美丽而独特的。哎呀，啊，我就觉得这个人啊，好像很懂我老懂我们，对对对，很懂我们那种感觉。不是，她不知道老公是谁，但是她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义。嗯啊，对对对，敬这个诗人，来敬这位诗人，来。谢谢伟大的爱情。亲爱的们，我找到了志玲哥那个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写给亮亮的信，当下写的。我们之前应节目组的要求，这四个男人都每人写了一封情书。这是临时写的吗？下面四号的情书，对，哎，我有点累。四号的情书，拜托你帮我念一下，好吧？你帮我念一下。情书内容如下：亲爱的。如果爱真的能在一个节目上简简单单的写封情书，就能把多年的感情一清如注，那事事都会变得简单许多许多。亲爱的，如果爱真的能凭三言两语，又或是呼天抢地的说我爱你，就能证明痴心一片的话，那这种方式的爱我们都不懂。那我们的爱是什么呢？是日与夜之中，是温馨与嘈杂之中，是玩乐与生病之中，是迷失与成功之中，是孕育与逝去之中。爱是生与死之中，所以如果真要我写一封情书给你读的话，我会用一生去写，而你也请花一世去细读。这是高手，没有高手，高手，这是高手，没有，这是高手。
哇，这个人也是太浪漫了。你说是不？我老公是不是很厉害？这种，哇，我听到最后一句泪奔，很感动，就是很平和的话，嗯，很自然的话，五首诗都没读哭。哇，这成范本了，我跟你说，就真现场啊，就这么写出来的。对，现场我们让他写，就是突然出了这个任务，然后他就写。哎，你知道吗？我喜欢我老公。也是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说的话很有文化呀，很有文化，他是有文化的人才能说得出有文化。但是因为我老公在外国读书的，另外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圈里面，我其实也见了蛮多帅的人，但是他们一开口就是空白的。我会不会得罪很多人啊？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我老公，哎呀，我认识他的时候也不错。哎，这个人，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他有底蕴的，对吧？对对对对，我就听懂了那个温馨和吵架，我瞬间就是不是就更有感触，是因为可能我们老拌嘴，或者是那个生活中的样子，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不可能永远都是和和睦睦的，肯定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两个人都是从不同的环境生长出来，经历着不同的事，有一天突然间交汇在一起，那对事情很多东西的态度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肯定难免会有一些碰撞。有摩擦才有火花。哎呦，刚才这位街头诗人写的信都在我这儿，这个是贝尔的，来，贝尔，谢谢。汪峰，真的，来抄，谢谢。对，来，贝尔用英文读一下，贝尔用英文读一下。Let's say hello to the day.In our stop. 买超没问题哈。我有问题，我英文不。咱也练一练，挑战一下自己，选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你们的爱情。如果把它变成一个诗歌就更好了。我估计这我们四个只有峰哥能做到了，我们没戏。我这么快也不知道。这样的，你们就选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你们的爱情，然后去描绘一下。关键词啊，关键词。买超，你觉得是什么？我们俩关键词甜，因为我觉得志林的那个作诗的功力的确太强了。你说一个关键词，让志林根据这关键词即兴作诗，即兴的，你来吧。这个太难了，青春跟青春，接地气。我就注定吧，你就注定的注定。我的应该是有趣，你是啥？如果我觉得大家互相帮帮忙，对呀、啊，汪峰你帮贝尔写，你给峰哥写注定，那我是青春跟接地气，对不对？对对对对对。Okay, 那我给志林哥写那什么？如果这个要写这个的话，我可能得，这太难了，你们这题太难了。几分钟？不是，给大家两分钟呗。手机，我在想字儿不会写，没事，不会就写拼音。哎，西怎么写？虾怎么写？浙江这怎么写？我们的四位丈夫正在奋力的替别人他老婆在写诗。行了，青春接地气啊！另外三位抓点紧啊！这太难了，你们这题太难了。你说我这文笔着急，给我一球行。你看买超多难受的，我这个压力大呀。你们知道吗？此时弹幕观众已经把这几个关键词写成好多诗了。对，哎呀，不知道怎么搞了。行了，我这其实还是有一些乱。峰哥已经写了一个歌出来了。买超怎么样了？哦，蛮好。行。买超的那个青春，来买超你，跟接地气啊，好。年少轻狂的人啊，这是青春嘛，对不对？
像天上飞翔的鸟，终有一天鸟倦之还，借这地气安心回家。他说的有趣吗？有趣，就好比这首他可以念给他老婆听，或者是他一种爱情吧。好吧，来，在午后的细雨中徘徊在街口，也许一杯微苦的咖啡是不错的选择。有一首好听的歌从街角传来，那旋律让我想起你。每当我想念你，我才知道我还有爱的能力。每当你浮现在心底，我才明了生命是那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把我忘记，也许有一个时刻我们不得不分离。亲爱的，生活对谁来说都不容易，我爱你，这爱那么有趣。哇，哎，你签个名把它送给我吧。我他本来就是，我一直等那个有趣，原来放在最后啊。不错不错，好厉害，这都可以变成歌词了，好厉害。对，因为我写惯歌词了，我就是这样。所以现在马上编那个歌了。这个回去跟我太太说是我自己写。肯定不信。他念完他那个，我特别不想念我这个感觉。没事，这真的是快问快答的。我这跟峰哥完全不是同风格，不一样。没事。而且峰哥，你听完也不准生气啊。好啊。如果蓝天没有白云，空落落的；如果高山没有流水，光秃秃的；如果太阳没有月亮，孤单单的；如果小狗没有骨头，泪汪汪的；如果洗衣机没有洗衣粉，脏兮兮；如果小朋友没有大鼻涕，白净净的；如果峰哥没有眼镜，如果峰哥没有眼镜，瞎乎乎的。亮亮，如果我没有你，那就没有如果，我不能没有你。哇，浪漫死了，很好。很好，这也这个真的也很好，有画面，你就可以不用就到这儿。如果我没有你，那就没有如果，就没有了。啊、这个是最好的，这比较高级是吧？那非得给人画一句，你不能写什么我不能没有你，到那儿是最正好的。对啊，那我把后面那个划了。我给峰哥的，他难度太大了，难度太大。我就因为时间比较短，就写了几句。没事，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可能有一万次擦肩而过，在喧哗的都市里，我们也都在为了理想和生活而拼搏，但最终在千万分之一的几率让我们相遇、相爱、相守的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嗯，真诚，真诚。你这个真不像是峰哥写给子怡，像写给你写给佳妮。不是。你只能从这样的心情去，不是？但我也想的是，峰哥跟子怡姐可能就是能促合在一起，确实几率很。他不是之前也说了啊，很好，啊，亮亮，你让我一见钟情，一见他是这样说的，我对你一虽然他常常跟人家说是我追他，但是他常常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我要是男的，我也会对你一见钟情啊。但我对他也是一见钟情的，他很帅呀，是那个。对啊。所以我就说，峰哥见你第一个印象他有没有说呢？你回去问一下。哦，我跟你说，我觉得很少有人敢那么有胆子追他，应该没有追子怡。他就穿一 T 恤，我印象特别深，戴一个那个帽子。后来那个帽子上写的79，你知道吗？79是我的79年，我是七九年。他买选的吗？真的不是，我问过他。真的吗？对，但是我就多心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这个79，后来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那帽子已经烂到已经就那个毛茬儿。而且还挺脏，然后有一次我就把那帽子给扔垃圾桶里了，他不肯扔，然后趁我不注意时，他又从垃圾桶给捡回来了，因为是觉得是第一次跟你约会戴的帽子，那我就没多想。其实有时候看着就是很难追的人，有的时候也很简单，太简单了，娜娜。我觉得因为爱情，因为孩子吧，整个也变得柔软了，然后也变得，因为你觉得。有其他的事情比那些更重要，嗯，比事业重要，比一个电影重要。真的，我这么说粉丝肯定又脱粉了。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讲，
你有了家，你知道有困难有快乐去跟谁分享和跟谁去寻找这种安慰。有了家，你安定了，你会有更强大的和更大的空间去面对你的事业。嗯，是的，其实这样真的对。来见我们这趟旅行了，开心开心。你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头上戴的七九？我好像那天是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那天我才去了几分钟，然后他就坐在了我的旁边这桌。一会儿更多人以后呢，又有一次他好像去从另外一桌回来的时候经过我这桌，他过来跟我说话。在我认识他之前，在一个小事情我帮过他爸爸妈妈，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他爸爸妈妈，就是因为这个子怡过来专门替他爸妈谢谢我。那是你们第一次说话？就是第一次说话，然后这就认识了。我是比他稍走早一点点，我就主动过去跟他要了一个电话。他给了吗？哎，要没给你觉得我会说这我肯定就此处隐去了嘛。对，不给就没戏了。对，给了我就特别满意的，比去参加生日开心多的，就走了。有收获，今天去的真的太好了。我对第一次印象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个酒吧里，他戴了一个帽子，然后帽子上有那个眼儿，然后灯光一照下来照脸上就跟麻子一样。我当时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说哎，这个是那谁吗？然后说哎，他怎么脸上都是麻子呢？这几年拍戏那么累吗？然后我仔细一看，哦，原来是灯光反的。你那天在酒吧要电话没有？峰哥一直要电话。没有，没要。那哪有见第一面我不好意思的？他不就要吗？他那个至少人有点交集，而且我们俩聊天太官方了。说你好啊，我是干嘛的？哎，你是干嘛的？就特官方。后来他管我那朋友要的我微信，我说了一个地儿，他想去，他就问我那地儿在哪儿。我说嘿，机会来了。贝尔，你是见你老婆对这女孩什么印象？完全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就我们第一回见面是我们入学的第一天，100多200人，那根本记不住。那个是我们第一回见面，然后后面其实印象深的是，她的最好的一个姐妹和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儿，这个两个人开始谈恋爱。所以就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这个哥们儿呢领着这个姐们儿呢就领着小包，大家就坐在一块儿吃饭，就觉得哎，这女孩太逗了，一笑嘎嘎嘎就那样。那时候就这样啊？那时候她就那样，就觉得挺好玩的，很开心。嗯，那个你见亮亮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记得应该是在一个电视台的服装间里面，然后偷偷的有再回去再偷看，这样子就老在他门前面徘徊。对，然后就偷看他，这样子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对，不敢说话，细声细语还是大声嚷嚷他？应该蛮大声的，就跟现在一样。对，他从来没有变过。老婆，我衣服呢？衣帽间的左边。老婆，我袜子呢？走出的第二个抽屉里。尿不湿呢？客厅的储物柜里。宝宝的口粮呢？老公，什么都能忘，这个不能忘。能，我们家宝宝只喝营养好吸收的金领冠，已经备足喽。17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想要随时随地美美哒，想要那样的快乐，想要和宝宝一起成长，上小红书 APP 找到你想要的生活。买买买，谢谢。这是什么？啊，这是一个潮牌店。完了，哇，迷失在店里。老公喜欢篮球吗？
喜欢，确实喜欢。哎，你好，这双鞋是科比吗？对，它是科比在2004年发出的第一双专属单鞋。哇！哎，我可以买吗？要赢得投篮比赛，要赢几个球啊？谁进得多，谁能赢得这双球鞋。赢最多的就可以拿走这双鞋。2K4。Lady. All right, the first person is gonna go first. 我不想要，所以我来。越不想要的越有。All right, I'm gonna introduce. 没投过是不可能进的，认真投是没是不可能进的。对，投篮姿势就已经。加油，子怡。不可能进的，不可能进的。估计，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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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越不想要的越不想要的越有。进了进了，应该第一个进。哎，没有了。乖了啊，还得再亲，我看出来。进！啊，差一点点。啊，有。Bad luck. All right, who's next? 我老婆来了，你看。我觉得他能进，他怎么这么投啊？什么人来的？泼水！哎哎！他们是同一类的。什么情况？神人，你是不是拿到了？我看他没给过我这双鞋，他没给你吧？这么怎么厉害的？来，快快快快快！你不是想要吗？快点！他但是他投不进呀、啊，你看这姿势就不行，劲儿大了。好，再来。轻一点儿。加油加油加油，超级的啊。哎，差一点点。Come on， 来一个吧。哎呀，没事儿。你瞧瞧，你老婆为了你，还是挺有心的啊。Okay, this is the last contestant. Is this the last contestant? Last one. All right, here's the ball. 加油，娜姐，娜姐，加油。娜姐应该行吧？我觉得她 OK 的。哇，完美的空心啊。哇哇，娜姐完全没犹豫的掌。不会吧，再进一个，再进一个，再进一个，他俩一样。现在这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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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太厉害了，全是空心。Oh, she's the winner. Oh, come here, come here. Well, we're gonna do something special. Okay, all right. Where's the camera? There. All right. Are we gonna pop this in 3, 2, 1? Let's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right now. She is the winner. And we're gonna win these shoes right now. All right, here it is. DJ, let's drop a track. All I do is win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三个太狠了！哇，你杰哥肯定很开心。
对着他肯定很开心啊。对，杰哥也打球。好了，走到 shopping 了。啊，那在这里省给老公差不多。对，这个可以逛一下，我觉得。杰哥，我刚才在投篮比赛给你赢得了 Kobe 的限量版的球鞋，但是是48码，就是 Kobe 的，同样的码数。嗯，好，我就还是给你带回来了啊。太好了，喜欢吗？也许我穿好看呢。这好看，好看啊！我好像怎么什么都没收到呢？老公，喜欢吗？喜欢，我也不给你。哎，I'm done。哎呀，心情好好呀，好开心。我觉得买哥还是比较喜欢刚才那个地方。对，你看到有好看的吗？我去刚才那家店再给买哥看一眼东西，就刚才那个打篮球那个。没关系，我不买那双嘛，我可以挑一个别的，对吧？杰哥，我也要去买那个 James， 你买大号还是最大号呀？买 L 号就好了。好 ，James， 好 I want James 23。Yes， James。L 号。娜姐，我去夹一个那个娃娃机那个鞋啊，万一夹到了呢？我抓一个，你先试一个。压力好大，上一点。成了，太高了，不行，差一点点。它这种东西都是设计的，基本上是抓不着的。哎呀，要比你先着。它这有 bug 吧 ？Why？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就是挣钱的傻妹子，对对对。我应该在下面一点好了。然后当时就非常想要为我们家买哥赢得一双篮球鞋。买哥，我尽力了。没事儿。我觉得，就觉得就是突然就觉得有了执念，就很想要，就是帮他，让他开心，然后希望能给他惊喜。对。我之前不知道他这么上心吧，因为他之前老说我。觉得我鞋多鞋多，因为女孩不太会给男的买这种鞋，但到最后你发现其实是他尊重你的爱好。这个事儿就让我就是影响挺大的，我感觉就没想到他能这么就为了这个鞋这么上心，这么用心去做这事儿。你刷爆了，刷爆了！竟然我刷到了包贝尔的卡，因为我带着是我老公的卡。哇塞，你老公有没有哭啊？在家，你看这么抠的人都被我，我也不刷了他。他钱给我汇过来了，啊？对啊，但是汇的是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亏本呐！他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吧，包文婧实在是太计较了，要我都不好意思提醒，我就说已经收到了。我把张杰的那个微信推给你，你去管杰哥要钱。
我买完以后先发个信息给包贝尔，我说包贝尔给我一个你的那个账号和那个银行账户，我说我还钱给你，我也没说还多少，他就说没事没事，就当新年礼物了。好，我就放给包文静，放完以后，是吗？是吗？转过来了钱，对不对？对，肯定对的呀，转过来了，转过来了。哇，包文静这一口长气啊！哎呀，包贝尔来了吗？我老公说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什么没事儿没事儿？自从我刷了那卡，他都没笑过。哎呀，开始讲笑话什么，他都没笑过，一直在看着他的手机，算一下到底丢失了多少钱。哎，娜娜，这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办？就一样的，你俩交换一下。那我就回国以后借他的人民币还他泰铢。就是墨尔本的第二天，是不是？我们明天是这样的，我们明天睡醒了，嗯，一定要睡醒了再醒。太好了。醒了以后呢，就可以溜溜达达去吃个早午餐。他们好像没有早餐，都叫早午餐。哎呦，但其实我挺想出去逛逛的。可以啊，我打算早上去逛，晚上是看企鹅。那上午我们就自由活动，放松放松，想干嘛干嘛。太好了，耶！万岁！我现在要收拾行李，因为我明天要去逛街。那个 shopping mall 是10点钟开门是吧？9点。我建议你别化妆，待一。当然，我没准备化妆了。为了明天去逛街。很积极。我去下架子去。是我的吗？这是我的吗？这是他的。哎呀，你那个床上那个什么呀？你那个床上那个什么呀？什么？你没有。他这个有点吓人哎，对，其实就这种人吓得也有意思，我觉得。对，真的。教你们一种最简单的吓人方式，特别逗。就是你跟你太太睡觉的时候，不管她在干什么，在她将睡着的时候，你就瞪着眼睛看着她。然后她突然看到你会吓一跳，要不就是我吓太太，要不是太太吓我，就这样。你们家人真不是正常家庭，真的太不正常了。看这个墨尔本的这些Will啊什么的都挺好，好漂亮，嗯，喜欢。墨尔本的房子我觉得挺好的。爸爸，你会那个在 APP 上面找房子吗？也会啊，主要我们家这事全我老公干，我也不是很懂。我之前我就用了一个 APP， 就是那个贝壳找房。哦，我觉得挺好的，房源又多又好，服务也好，你回头可以试试贝壳找房。然后它上面有那些什么租房装修啊，然后房源介绍，小区周边的那套配套信息都特别的详细，觉得就可以找一些好的房源啊什么的。嗯，我来看看有什么这附近的房子。嗯，墨尔本的房子应该都能看得到，靠谱。我给企鹅打一。你呀，太厉害了，都起上头了，你们啊。对。我太惨了，帮我按一下。
打完刚好给小企鹅，真的企鹅，你为什么要给他呢？就是那个世界各地的人就是过来给企鹅的，保护我，他们真穿病啊，穿不上，企鹅穿点，瞎说，我没见过企鹅穿毛衣，我打过去的，明天企鹅就会穿，我觉得有啊。罐的奶粉泡的时候就觉得很快就可以融化，营养好吸收。几点啊？十一点了。怎么办呢？咋办呢？出发了。嗯。哎呦，怎么都没敲醒你啊？我，哎。这咋整的呀？现在啊，那个都在等你，说你起不来啊？真的吗？天哪，太恐怖了！你看一下，十一点多了。自己赶紧洗脸，就注意我没有，啥也没弄，我就洗了脸。洗那么久？行。Lady Go。走了，走。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你先别拍，我连眉毛都没有。萌不萌？你就说。萌萌哒。太刺激了啊！哎呀，我现在已经就差眉毛了，宝贝们。画好了。好的，扣。好的，那明天见呗。明天早上起来好了一天。嗯，拜拜。我今天想去一个墨尔本的一个潮牌店，然后它那里面有卖很多的球鞋，我想去看一眼。你想看了吗？我这么酷的人，怎么可能想到？因为有遗憾，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其他的方式再去帮他找一些就是很特别的篮球鞋回来。这个可以啊，你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没问题。菠萝蜜啊，拿一个菠萝蜜，我拿个黑的紧身。我这安排的全是购物啊，吃好上乐死了。哎，这个好看啊！买完了吗？鞋子不买的看看。我要去药房，我看一下。等一下啊，我现在先买我儿子。我不明白买来干什么，香港都有。垃圾，这都买小朋友的。小朋友的啥呀？哎，你让亮亮姐看，这看不懂啊。亮姐，你看看这是多大小朋友吃的？我宝宝可不可以吃这种？不，谁呀？他的宝宝，就 DHA。他的宝宝。你看一下我的肚子，我以为你怀孕了。一个月到两岁嘛，嗯，对吧？这个你可以、这个、OK 啊？对，这是小孩的。哎，是小孩的，看一下这个啊。亮姐，结账了。这个是娜娜姐的。
那我受不了了，我要去拉肚子了。忍住，忍住，你把我忘单发给我啊。行。娜姐又没有带卡，对吧？又是用人家的卡。是不是我需要让娜姐请我吃顿大餐了？好，我真的不是逃单，我确实要拉。虽然说经常一到要结账的时候就拉肚子，但是我今天是真的拉肚子。买完了单啊，买完了，又错过了，没啥逛的了吧？就刚刚那鞋还行。哎，这个好看、啊，那你去买呀。算了吧，我一堆鞋的也。你看他不买东西，我老婆多不爽，他的样子。哎，想买就买吧，不然回到以后就是一直在想，多痛苦。要不是买一个房子，买一双鞋子，几百万一双嘛，那个鞋子。我就说你买一双鞋子，你喜欢就去买。那现在不是找你买一个房子，又麻烦又是又干嘛？我就算了。如果亮亮变成包包，你老婆在这个购物习惯上，你觉得呢？完美，完美。想都没想过这个事情，真的怎么可能？所以是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对。Hello， 寻找。篮球鞋之旅，那他又去找去了是吧？嗯，就以前出来旅行啊，都是跟满哥，挺想念他的。我们现在就去找鞋店。哇，这个地儿太好了。哪个是科比啊？这是科比吗？不是，这是他为什么会没有科比？他退役了呀。满哥最爱的就是科比，我觉得满哥爱科比爱胜过我，真的，他从来不会早起床的人，可是为了科比，他可以早起。哎，你好，哎，我想问一下，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几双鞋吗？我都看不懂，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这个是 AJ1， 但是已经在墨本这只卖完了，在墨本这只卖完了。谁进的多，谁能赢得这双球鞋？压力好大，这太难了，这太难了。他想买科比的鞋，但是科比真有收藏价值的鞋都在店面上买不到的，买不到的。但是你们要去那个是一间叫做 KTW， 是我们对面那边。去对面那边是吧？嗯。OK， 那我去那边。嗯。哇！太用心了，有点适应不了。我们家那个买子恩特别喜欢球，各种球。这是你儿子吗？对。大儿子，好哇，好棒啊！他非常希望他的孩子有一个可以进 NBA， 然后或者就是职业打篮球。嗨。嗨，我想问他有没有科比。That one's at our Oakley store. He's coming right now. Okay. I think he said that you guys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and film later as well. Okay. Yeah. Okay.哇塞，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老公他特别喜欢科比，爱我后来知道我老公为什么那么的喜欢他，就是他说科比非常非常的励志，你知道吗？嗯，哇，
买哥，我非常爱你内心的热血，就你爱的东西我都会喜欢，我慢慢发现这件事情，就像你永远都支持我要出去的。哎呀，真感动，藏住了泪水，刚才不小心掉了一滴。我没想到他这么用心，主要是真的没想到。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影响的呀，因为爱你也会去开始学习，所以他那句话就打动到我，就因为你爱的我都爱，就你爱的东西我都会喜欢，我慢慢发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是他爱的我都爱，我应该做，但我爱的你都爱，我不强求，我爱的东西我没有道理让你必须要爱，但你要真的是爱了就会让我很感动。之前不是说过一句，就是谁更爱谁，我说我更爱他，我爱他更多一点，那我这句话我觉得来三个巴掌。车来了，走走走走。什么情况？刚亲爱的妻子团成员，请用你们的爱心为小企鹅织件毛衣，参与为大自然编织计划的公益活动。这个机器怎么用啊？谁会啊？这是编，就织衣服的吗？没用过哎。Hello， 有人会用这个机器吗？是像套圈似的吗？那么一点点套。可以找个人来教我吗？可以。Hello， 你会吗？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先织成两片，然后给它缝起来，缝起来，然后留下袖口就可以了。好，这个太好玩了，我觉得。哎，你怎么会织呢？灵魂拷问。我还加一个有好多女生的群。真的吗？对。那你回头偷偷把我给加进去吧。好的。好，咱们第一针进针了，就要进针口，然后压下去。第二针咱们不进针口，第三咱们进去。我们只要记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稍微留一点就可以了。对吗？对，回错了，要往回。不，这针也勾进去。哎，来，勾针。这怎么办？卡住。这样啊。这针，我说对。我知道。好蠢。我说是我好吧。行行，咱们得快点织啊。为什么？我还赶着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行不行，师姐，我再教你两遍啊！好好好，好，压下去，真压压下去，压下去，可以回了，回转，肯定还是不明白的。然后你真后面就会越来越紧，越紧。哇，好了，你可以下去了，你也可以光荣下岗了。哎。完了，啊，惨了，怎么办呢？完了，是哪一个呀？掉了好几针啊，都出来了，啊，这个也出来了，好像变得更复杂一点。小哥，小伙子，回来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好了，可以下去了，可以光荣下岗了，可以光荣下岗了，快来。不是姐，你不出事了吗？不行，你看怎么了？我
我倒了一下，因为那线秃噜了，你看好几个洞，它脱针了。这个，这个我也扣不回来了，这个我也扣不回来了。它已经过了那块了。这怎么回事嘛？姐，咱们再来一次吧，我们再来一次吧，我们再来一次吧。我打算给他做个眼罩。他让你织毛衣。我觉得给他织个围脖也行吧，谁说他不戴围脖的？脖子有点冷，我给他，你看，这样也行吧？可以，可以。也挺美的，是吧？哈哈，小企鹅。行李箱，行李箱，好。我们回来啦！我们回来啦！啊，我在这儿呢。你还在弄啊？那成功吗？成功了。你浪费了吗？哎呀！哎呀，这是什么围脖吗？围脖呀，本来要织毛衣的，没成功。好厉害呀，这太可爱了。后面都是补的。哇哇，真休息一下啊。哇，很好哎，子怡帮我们铺好我们的床哎。是你铺的还是子怡铺的？我。真的？子怡。出发啦！走啦走，我们先上车。Hi. Good day. Come on down. Let's go to the car. To the car, yeah, sure. I take it. They're not going to come first? They're coming, definitely. Okay.Beautiful car just for you guys. So make yourself at home. Thank you. I'll make sure the rest of our crew get here safely. 娜娜我帮娜娜放在这。How are you going? My name's Ben. Yeah, make your way just over here. We've got a car all prepared for you. Oh, 不知道说啥呢。来吧，宝贝们。他跟我说了一路，一句没听懂。Ladies, lovely to meet you all.My name is Ben. You can call me Little Ming. Little Ming. Little Ming. 小明。We call you 小明。对对，我的小名就叫小明。啊！哎，我已经弄好了，可以吗？哇，还带袖子。可以吧？太棒了！戴姐，哎，咱俩能配一套不？我织个围脖，给你来配一下。不行，因为你那个有个洞。好吧。太难了。你可以学一下，你学就知道，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我小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会儿不就有那种织毛衣啊什么，就织围脖各种。我不会，我那个时候我是读书学的嘛，然后我跟我老公拍拖的时候，我就硬打了一个毛衣，它是咖啡颜色，我是白的，一套情侣装，但是我老公只穿过一次就没有再见过。好了，可以下车了，走。看企鹅，你们又看过小企鹅吗？在海洋馆看过，海洋馆，但是没有看到野生的。哦，对，没有。那个老外的普通话不错，嗯。在这里，大家好。哎，你好，我是企鹅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就先进来，然后再去看企鹅。哎，你看人家的衣服多好看，比起我们的，他这个就是穿毛衣的小企鹅，他是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我们都准备了，我们自己打的呢，好可爱呀，自己织的。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标本。哇！你们今天看到小企鹅其实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小呀，33厘米。可以吗？那我们这个怎么办？
可以给他穿上。这大了，就不是给那个真正的企鹅穿上，其实是给你们刚刚看到那个玩偶。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这块海域有一个就是游船漏油的事件，当时很多真正的小企鹅它染上了那个油，它就是在清理毛发的时候就会去世。哦，吃到那个油是不是？对。当时呢，我们就是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个新闻之后呢，会收到全世界的人像你们一样织来的毛衣，也是给真正的企鹅穿上了。嗯，可以的。他们的那个身体恢复过后呢，我们就会把它放回到干净的海里。有些尺寸比较大的毛衣，我们就会给企鹅玩偶穿上，把它卖掉的所有的钱都是会用来保护企鹅的，所以是一个就是慈善机构。费了牛劲了，我这个是他的小帽子吗？那边有那个是那个是工作人员给企鹅搭的房子，我们是在小红书的攻略上面都看到过。哦，我们现在是妻子的浪漫旅行二，我们来看企鹅归巢啦。哇，我用小红书1分钟视频拍下来。他们都在坐着等着什么？就等着企鹅，等着企鹅回来。他就企鹅就捕食，然后回来。啊，每天都会这么多人来看啊，真好，这种感动的感觉。你不要在晚上等爸妈回家去哦。爸爸妈妈在看小企鹅，他的爸爸妈妈回家喂他的宝宝，你想看吗？我想问那个他们父母吃了以后是不是回来吐出来给他们吃？对的，他就会吐出来然后给宝宝吃。那他们怎么找爸爸妈妈呢？什么时候要离开家？互相会串门吗？怎么就是一开始这个企鹅就住在这个家了？像那边我们放的木头房子，他如果发现这个洞里面没有人，他就会住下了。所以这些木屋都是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放的，他们自己去找了一个地方，他断定这是自己的家，就经常回来了。对，企鹅永远会回同一个家。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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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了？这一群，哇，好棒哦！进来了，好激动啊！哎呦，好温暖哦。他们也是成群过来，说：“哎，咱们每天晚上上这来，有一群人在这坐着，咱们过来看看，去看看。”太可爱了！嗨，嗨，你来找等爸爸吗？那我们打的衣服真的是太大了。他们的肚肚波光粼粼的，这是 BB 还是什么？爸爸，爸爸，哇，肚子里有东西的，找到吃的了，哎呦，吃的鼓鼓的，给孩子吃去。这个企鹅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这种品种，这和南极的那种企鹅就不是一个种。对，你看那边那个企鹅，两个企鹅打架了，好像是，你看，你看，打架了，一直拽着它。你看他干嘛呢？哎，好痒哦。他现在这个行为是在清理身上的水。哦，哎呦，放个屁还。屁还。我竟然听到企鹅放屁。哦，回家了。那回家会吃的去了。一起回家了。好了。我们终于看到他们回家了。哦，圆满。好了，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礼物是买先生给佳妮准备的。
那打开一看，这啥呀？海先生他之前已经联系过我们，他就是你和他领养了两个小企鹅。哇，这个好可爱哟、哦！那叫什么呀？买小龟和你小兔。谢谢谢谢买哥。我觉得挺有意义的，第一它是公益，企鹅这个动物挺有意思的，它是夫妻两口子一直到死亡，他们俩会一直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希望我送他这个呢，能告诉他，就希望我们永远都在一起，无论任何困难，我们都一起去面对，希望我们能更恩爱更好。哎妈，终于到家了啊！终于到家了，我的妈！我到家了，我在家了。今天是我们在墨尔本的最后一晚了，好舍不得我们的贝壳小屋啊！这我得收好呀。买车。放心，我们领养的这个小企鹅买小龟、米小兔，开心。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下一站是新西兰，我们现在努力收拾东西，明天早上6点钟出发啦。峰哥安排的了是吧？加油啊，大家！加油啊！要不要棍呢？要不要棍呢？来条棍来给我，可以吗？佳妮啊，我给你推荐一款我最近用的一款面膜，还挺好的，叫奢悦活颜净肌清洁面膜。它一敷一撕，就把脏的东西啊、黑头都倒出来，然后皮肤就变得特别好，清透毛孔，深层净肤。要不你试试？行，我回头试试。好。怎么了？我的护照呢？我的护照呢？完了，就怕丢护照。哎，我的护照是不是在你那儿啊？白天是不是买鞋了？买鞋肯定得要护照啊，买免税的。哎，我的护照呢？出发的时候，我记得买超就说佳妮肯定要丢东西，对吧？肯定要丢，就怕丢护照。那护照是最要命的。明天我去打听一下。啊？我的护照丢了。护照丢了？我的护照哪了？怎么可能呢？我已经翻了两遍了。你帮他找塑料袋，这个不是他的，这个不是你的，他是谁？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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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出来的。这里都翻过了吗？这个呢？楼下两瓶箱你都翻了？翻了。
这是啥呢？哎，这里没有，这里肯定没有吗？这个都没有，真的没有。我一个人在这干啥呀？又来了，对呀、啊，怎么回事啊？对不起，放错了。你多坏吧！我赢了，这好像童话啊！我要哭了，我要哭了，我冷死了！救命啊！他就是不想让我回去了。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你体重多少，我从来没有错，一百，我长了，我胖了几斤，就是每天吃嘛。我们是一档美食节目的，我选择纸衣或者是包包。我有弄得很脏吗？梁娜姐吧，不要随便推销我，我不是一个商品，不是一个商品，我不活了。小哭包，啊啊！等等等等等，我不想玩了。确实没想过子怡说我不玩了，腿子打抖呢，真的。Perfect, any other one？ 啊！你说图什么？喂，万哥，旅行挺不容易的。这太过瘾了！亲子的浪漫旅行。本节目由专注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益力金领冠独家冠名，十七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私房钱大作战活动已经开启了。老公们正在芒果 TV 发红包，老婆不在家，老公的私房钱赶紧抢，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家。强荣的保鲜期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去，吐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地迎着风，带着不畏心里的执着，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登录新浪微博，前往妻子的浪漫旅行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夫妻打 call。 感谢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网易娱乐，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平台百度百科，感谢旅行杂志独家合作平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感谢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新浪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橘子娱乐、界美新闻、澎湃新闻、引力资讯、妈咪宝贝杂志，感谢特别合作兴趣部落、中华万年历、QQ 看点、超级星饭团、青夏严选，感谢以下网媒支持：凤凰娱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北新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千龙网、中国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三六零娱乐、欧普娱乐、大象网、红网、大众网。只要我们抱在一起，烈焰火舌也抵不过一顿早餐的炉火，一段旅行，一路温暖的风景。